二嫂子，你戴绿帽子。OK， 让我去。谁啊？暴龙干嘛？哎哎哎哎！哎，开个会啊！到底为什么已婚的女人要去找她前男友呢？你再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不然我们直接沙盘推演吧。沙盘推演？嗯。假设这是二嫂，这个呢是 Cindy。嗯。这家伙是该死的前男友。这是你，我二哥。假设 Cindy 是这段婚姻的裂痕，我们现在要厘清的是二嫂是什么时候开始和前男友见面的。这很重要吗？废话，这当然很重要啊，时间点就是一切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假设是今天啊。好，那就是发生在婚姻的裂痕之后， Cindy 呢靠近了我的二哥。二嫂觉得，哎呦，我的老公有别的女人了，我好伤心好难过，我要去找爱我的前男友寻求安慰和温暖。前男友有爱有安慰，我的老公好了好了，换另外一种说法。假设呢，二嫂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前男友见面了，这件事发生在婚姻的裂痕之前，那么 Cindy 呢，拜拜。这是我二哥，这是二嫂，这是该死前男友。现在这种情况就会是二嫂不忘旧情，前男友比我老公更好啊，前男友比我的老公更棒，我的老公又败。哥，你干嘛？你再继续沙盘推演啊，我就让你只剩半条命。我，碰上前男友没风度的先输一半哦。你站起来。好好，工作公共场合啊。算了啦，问你也是白问。回家。我们都还没开始耶。留下，你刚刚说哪个是前男友？这个啊。回家。哇，好帅啊！哎，等我一下嘛，很多东西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上次看到那个男的，我一定揍他！是吗？谢谢你。哎，二哥，不是二嫂吗？他们怎么抱在一起啊？还聊得很开心哎。他跟我们饭店以前的副总去吃麻辣锅，这个李胜男哦，可是我们饭店的传奇人物，人又帅又 man， 而且他对曼柔特别照顾。而且我觉得不止吃饭，运动也太早了。哎，二哥，二嫂子，你戴绿帽子。哎 ，OK， 让我去啊。谁啊？暴龙干嘛？开个会啊！你们两个到底想干嘛？谁？不好意思，他们两个是我的家人。你家人？起来啦！起来起来起来！你们两个有没有怎么样？怎么会有事？怎么会有事？那就好。我帮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老公，这位是我老公的弟弟。你就是李胜男？李胜男是女的啊？要给你看身份证吗？当然不用。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下次换我请你吃饭。不用啦，该抱歉的是我，刚刚出手太重，让两个大男生打输一个女生。Sorry 啊，下次再请你吃饭。好啊，好啊。那你路上小心啊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拜。
四十四十二台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2季，加油爱情。